今天我带着大家去吃中国的传统美食北京烤鸭。1864年在清朝就有了，它被誉为中华第一吃，是绝对称得上是百年老字号。然后主要烤鸭，先来一个烤鸭尝尝。的历史，全聚德创建1864年，清统治3年，迄今已有156年的历史。全聚德烤鸭精选北京甜鸭为原料，烤鸭采用果木明火挂炉烤制，烤制一只烤鸭需要1小时左右。刚出炉的烤鸭呈均匀的枣红色，特点是油光润泽，皮酥肉香。一会儿烤鸭上桌，请您趁热品尝。不是，在这儿放了，不装好呗。快点！来！今天看您那个视频里介绍那个那华氏特牛呗。华氏的啊？哎，这你把东西拿过来了，这就交给我算了。好嘞。这是几位丢进来的？你看这知道我平时弄什么？七十五来啊！哎呀，我这个老八十来。不错，棒一下子棒，应该一个，还能赢赢过去。还有瑞德奔。我想我穿的时候我就知道瑞的味儿，记住你搁味儿吗？好看那冬天吗？既然你让我现场给你表演一个，那我现场就来上一个就行。以前我拍视频就这么拍的。你们压了没？欣赏你表演。看，我烧着了。上个月呢。我操！牛逼！是不是被我表演给震惊到了？对。太牛逼了！为什么要戴上眼镜？我操！掉爆了！什么闲玩意儿？红牛加红牛的意思就是，这个叫小二放牛。为什么叫小二放牛？因为这个我们叫牛二，牛二是小二，红牛小二放牛，放开放。我这死，干了，我干了，好，挺好。我操！哎呦！
哎呀！我去！来来来，咱这块儿要喝酒来，敬一个，敬一个，敬一个，来来，啊，我倒一个，来。拍视频，我戴上眼镜就比较，有那种气氛，哎、霸气，霸气。哎，你们干的不？我顶多我他妈失败。你好了，紧张？你我瞧瞧，你和我挨这儿。我刚才看了一篇文章，就是西班牙的一些网友，他在家网购购了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，特别奇葩的一些东西。什么新鲜玩意儿？什么新鲜玩意儿？什么新鲜玩意儿？这个鹌鹑蛋的开蛋神器，这个喝啤酒的辅助器，尤其这个拖布，我最比较喜欢这个拖把拖布，那个在家小孩买上，自己拖地。那不是给黑没玩玩吗？不是让孩子干活吗？是吧？我从那个网上买了好多后边的玩具，小时候那个东西，特别怀旧。咱小时候玩的啊？对对对对，我也买一个，是吧？你这买的是师傅拖拉机离开等等啊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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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好嘞，行嘞，说嘞，我这东西，倒吧倒麦，你都给我倒麦，倒麦，倒麦。你要是这样，到时候我把咱俩都把你喝的，兄弟们。不行不行，我这是不行不行，来来来，你看这样我好，你要干啥我能把你喝的，对不对？我这样，谁？小姐，让小姐顶一下，小姐，非得小姐对。你捂住耳朵，捂住耳朵。这别跟我自费。你们刚才让我调了个酒啊，那现在你还想看想看这个龙卷风？你把你的白酒干掉，然后全部的你把你们的全部干掉，我就来一个龙卷风，行不行？好，好，来，没问题。哎呀，漂亮！哎呀，牛逼！哎呀，你好，205结账。好的，一共605元。605。支付宝到账605元。好了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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